吗？ Okay. 二楼有兄弟吗？ 换把枪，没子弹。外面还有人，他补了个人。抖音老 Q 兄弟。他在外面，走。报警了吗，兄弟？他死了。还有人吗？没有。还有脚步。 到了，跑了一个。哎，前面房子，看到了。走，我接电话。我操！路上很多人，是吧？狭路相逢，勇者队。 兄弟，这八个了，兄弟。哎，我前面有枪。我有雷。啊！外挂好像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 兄弟，你看我的头夸张吗？这个人，隔壁房里面，兄弟，这个人太夸张了，兄弟，老大，没必要，兄弟。 哎，我躲下，防区两个，你就躲一个。三八，够了。丢个啊！二三楼去了两个。右边，右边。我操，右边两个。防区，小房子后面。 打他了，山顶的还在我看到了。大仓里面有一个。啊！我啊！我知道他们有车呀。我知道呀。外挂，兄弟。我打药。哎，倒了。 那也不是兄弟，又啥呀？他哪里找的？不是，那时候有些鸡吃不得，兄弟。我管他吃不吃得的。随便点。有人在扣我头，兄弟，从毒里面把他给堵了，然后再毒死，兄弟救一下。 不用封烟，对着我屁股。好了，兄弟，你把弹全，把弹打了，兄弟。好。给他队友再拉开了，兄弟这一队。大巴，大巴。你冲。走啊走啊走。啊？雷。雷。 我他娘的，挡不住了。最后一个。